掌，我们试一下哦。于是。
不行，我觉得我脑子有点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小子抠好来。才会无愧。
是时间的苦痛。走之前，我们来一个大合照吧。
演唱会变大型军训现场，恐怕连蔡依林都想不到开个演唱会，没想到全场最爷们的竟然是自己。自蔡依林2023世界巡回演唱会开始之后，一众男歌迷可是再也不装了，分分钟就能化身显眼包上演现场热舞。相比之下，女粉丝可是要矜持得多。再看这位小哥，水手服一上身，更是直接放飞自我，成为全场焦点。恐怕是台上的蔡依林见了都得叫声姐。蔡依林17年前写的一首歌，没想到竟被歌迷用一个字唱火。2016年，蔡依林在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美国站演唱歌曲《特务》，这时台下男歌迷的一句应援就让蔡依林差点没忍住笑场。事后这位歌迷不仅一战封神，更是为这首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应援方式。用粉丝的话来说，就是特务这没有啊，就像方便面里没有调料一样，失去了灵魂。而蔡依林本人对于这种应援方式也是大方接受。特务这可以，那你们那个啊啊可以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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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那个线上的也一起啊，好吧？好吗 ？OK， 听到了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不管是在蔡依林的任何一场演唱会上，只要是特务 J 的旋律一响起来，就绝对少不了这句灵魂呐喊。人家